我不过年。为什么呀？你还想亲手给你做年夜饭呢？得了吧，您那么忙，考证件还是有时间的。报！诚心快餐店遭到骷髅怪袭击。哎，这儿，娘马上回来。马上回来。还是我自己烤吧。我要吃你腿！老娘给你腿！这儿，你怎么了？本来我想自己烤。对不起，都怪娘，连顿年夜饭都没时间做。年夜饭不吃也无所谓。年夜饭还是要吃的。多谢英夫人为我们斩妖除魔，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啊。还加了鸡腿哦。加个鸡腿一起过年，津津有味。